注意七笔心理说，我写的时候大概讲一下啊。这个人，如果你的成长法来讲，你第一笔啊，你肯定会把它稍微修改一点，就是会这个字没有错。可是从章法来讲呢，除非你可以拉，通常我们会把它拉高一点，你懂意思吗？好，通常啦，不然的话它这个叫做破。好，这一点呢，通常是这样，它其实有一点点这样的，看不到了，没有啊，你看不到就算了，这样过来。你看，我的那个轴笔啊，你看一下它的那个高度啊，可以这样，看到吗？可是这边你不要提的太高，要不要这样？好的，这样好，稍微。看到吗？好，不要这样，太高了，也难连接下去。好，这个，它的那个高度啊，放在这。可是你看啊，我的起笔，是有变化的，因为我习惯了这个嘛，这种，所以啊，各位啊，你开始练成这个。这个习惯就好像这种啊，你一起笔啊，你大概可以用这个了。这样高一点，有时候是这字之间还可以哦，内容不大，可是字之间你最好能够的。人间事业哦，这个讲了，完全没有办法，事业，因为事业，哇，这个山又雪上加霜，这边下来，你看这个很明显，这个它是这样的。这个明显它是用这个，这个过来，哇，这个加拿大这幅字啊，写不全是不是？哇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字完全不可以，他失败了，好哇。其实我放大的话，完全不可以。是，你看 ，OK， 主要是这个。问题是我这些字写小，我这个不可以写大，我一写大整篇就完了，肯定不可以。是肾。你看他。拉，是吧？这个，好，哇，破边了，这样烂了。这边上去啊，啊，这边上，如果你要跟他这样，那也可以。好，这个字又小，可是你看这个字，唯一的办法是这个龟可能救了，老命救一条啊，长啊，这边过来，这边拉，恨，这个，这边，
啊，就春也是可以，可是啊，不可以死的，他太小。哎，这边写到这边，你看啊，到这边，它其实是平走，看到吗？走的你还是要拉回这边，这边啊，你看这边是主要是吧？这边走，这边走平走了、啊，你还是要拉回，你不拉回的话，它歪掉了。哦，所以你我们上次讲这个村的终点是看这边的、啊，所以你还是要去转的，不然哦，你看到吗？村规这边上去。这边拉，因为这个龟可以拉的，够啊，对，啊，就是啊，没办法做嘛。OK， 因为这边拉的很长啊，啊，它是对这边是吗？嗯，对。啊，这样它有一个东西是这样，你这个另外这个几笔啊，可以怎么样？可以靠着它靠近一点。就是像这边啊，因为这边很空嘛，所以你可以靠很近。就是你这边这个，你看我们都有一个finger嘛，你这边可以不大需要一个finger，你不然一个，因为这边很空嘛，它是一个手，所以无你啊中规无是吗？无你可以从这边开始，你懂意思吗？哦，因为当然也是很空啊。啊，这边你看啊，它有一个位置给它，因为这边很空嘛。这边就如果你这边你再把它低下去的话，你反而显得更加空了。嗯，好，所以你用这个方法来去做的话，它就没有问题。好，五。它是比较小，啊，因为所有的字都比较小，你突然大的话，它就啊没办法，就，一个 T， 然后下面一个五，好，五啊 ，OK。这边你一二三四五，没办法，你尽量写成五个字。这样的话，你一个有两个字，可以，是吧？是五个字，好，不。因为我要把它弄住，之。好，这边哇，三个字辛苦啊！啊，真的，嗯，好，你看这个啊，已经是没办法了，好。稍微一点点，稍微了，因为是稍微的关系啊。你落款的时候啊，你不要落得太低，你落太低的话，它出现一个。OK， 这个中啊，这边是吧？中，因为你看到这个，你看它长，你能说这个中啊，够了。形成这样，但是你再拉的话，它会形成这个，最多你可以拉到这边，拉到长长的，拉长可以，两个在一起，好，你拉这样长的话，可能跟竹竿爬的，好，只要长就长到这边哦，不要这样，啊对，你要把这个拉
闪掉，你要超过这边。你一超过这边了、啊，啊，所以啊，慢慢就这边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到这边的时候啊，因为这边很空啊，你要的话就是你可以重一点的。你来看，可以稍微重一点的。